吃的。A 芝麻 ，B 芋头 ，C 红糖。芋头，我就记得这个馅儿好像不是那么的平常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Ready go！ 芦苇神的雪是什么颜色？蓝色的。继续送给子丹亲手做的彩灯是什么样式的？白兔。子丹在继续战前送了什么？他自己带的龙尾绳。方知苏海是屡次冒犯继续，但继续从来没有重罚过他，是因为什么 ？A. 继续很重视方海市的才能。B. 方海市是方知的徒弟。C. 方海市的性格和子丹相似。嗯 ，C. 是不是？但其实这三个都对。最开始就是因为是方珠的徒弟，后来发现海狮很有才能，然后最后那个谁才说海狮确实也跟子丹的性格像。